你看今天过江钓还不错。哎呦，你看嘛，我挺眼睛好动过啊，你要照相啊。啊。带了条小的。就是那么多个呀。过江钓，过江钓，钓小鲫鱼。你看好多国家啊，没办法，大的就中国，懂点是吧？放下面，照下来用嘛，就是长来老大耳朵洞，八大满用嘛，金大金。你说这个火腿鱼中国的黑，我出来都要走起来，来跑一趟。那人家是这龙都还有国家。小鲫鱼钓了多少？钓了好多条。这东西，这个，这是它的鱼货。我的蓝光鱼。看看。哎呦！看不到。有点大一点。看一下，一斤多。啊。多少？有一斤多。可以嘛，斤多。